坚持好好实实在在挣你的钱，你让你当农民给家写书的，一心的心想把这华胥生物证攻击写成一部书。昨天不干活，咋提的草场多，真不好长提。俺都也不知道咋说，都没有整起了院家里头。反正这四个搞的嘞，看着挺玄乎。当时写不成经，死路烧都没着头了。